商业帝国李氏家族的继承人李川，坐拥千亿身价。我不要靠金钱，我要靠实力证明自己。你应该叫我汪哥。真晦气！男主塌房了，偶像塌房险。我家哥哥塌了。您一共购买了十份的塌房理赔险。我看到您还有一份150,000的第三者责任险。他一直和一个粉丝搞暧昧。您怎么知道？因为我就是那个粉丝。哎，总部吗？有人骗保啊？没有。李默，你要给自己投？是啊，买50,000份，等以后退休了吧，我就技术性的塌，塌个大的，狠狠的赚他一笔。我们要买塌房险。各位粉的是谁呀、啊？塌的这么急吗？我们是股民，我们把业内看好的大明星啊，做了一个表格，你看。天哪，2000多人，你们是要买个大盘吗？大盘也可以啊。非常感相对。